各位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是我们三虎王爷和平岛摄影庙他们的绕境日子。上礼拜呢，我们和平岛摄影庙就有在举行我们海上游江的活动。和平岛摄影庙他们有一艘王船，然后三虎王爷跟和平岛众神会乘坐在我们王船上面，然后在海上进行游江，去我们东北角各个宫庙去参访。那在之前我有拍摄过和平岛摄影庙他们海上游江的活动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右上方连接。那他们是12点准备出发，那我们等等先去看一下阵头吧。哦，忘了提醒，和平岛摄影庙他们的王船是不烧化的哦。我们北海岸这边的特色就是王船是不烧化，它是我们神明的交通工具，跟东港南部他们那边的王船是不太一样的。各位也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和平岛摄影庙的机筒呢，他们说绑黑布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和平岛摄影庙这边，刚好现在时间是12点，我们正头要准备出发绕境哦。Thank you.
船也会跟着一起出发绕境哦。怎么可以骑车？就跟你喝一样就好了。